呢條係一條攻破 YouTube 演算法嘅實驗影片，依家大家就嚟同我一齊做呢個實驗啦！大家請將 YouTube 嘅內嵌字幕打開，然之後將播放速度 set 做 0.25。如果大家唔咁樣做嘅話，呢條實驗影片將會失去一切嘅意義。大家依家就做啦！